想吃油条不用买，自己在家做，简单方便，蓬松酥脆，个个空心，一起来做吧。准备一斤面粉，加入10克油条蓬松剂、7克盐、5克白糖，搅拌均匀。打入1颗鸡蛋，净重约60克，再加入250毫升清水，搅成絮状。搅匀以后，加入25克食用油，少许黑芝麻，然后下手揣面。做油条的面不要揉，揉面起筋做出的油条不蓬松，容易发硬。那香酥大油条就制作完成了，看一下这个颜值，色泽金黄，个个蓬松，非常漂亮。做法也非常简单，按照这个步骤和比例，你也可以轻松做成功。掰开看一下里面，个个都是蝴蝶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